直播的时间非常持久，不能小看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三四个小时左右就是我极限的啦。不过我曾经播最久是播六七个小时啊，我就觉得不必要这么累啊。最近应该是说我事后的直播，啊，为什么他停下来了？应该是说事后的直播我都比较不想要播那么久，因为很累。然后累就算了，又不好剪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把它缩下来啊？这地方应该要用冲刺的。我靠！我把它撞到。哟，上来了！哇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圣朝之冠！我靠！我来到好上面的地方哦。好诡异哦，这里这是什么东西？苍白矿石啊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！这是哪里？可以再走一遍啊！我再走一遍好了。我应该要往右边走才对哦。八七。老婆再娶就有了，靠！你们还异口同声讲一样的话，嘎，这么有默契是怎样？老头把女朋友拿来擦屁股，哪里有？水晶峰底层也有往梦丁线的路，真的假的？试试看吧，有找到再说，没找到就没有。没刀怎么打人？有啊，我有刀啊。我不是拿刀打人，我是拿钉剑打人。钉钉啊，身为男人都有一根钉钉啊，怎么打人呢？不用我们教了吧？这个是我们男人天生的、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，好不好？还要教的话，那就落伍了。我说真的。来补一下血。对啊，我是用腰杆玩。哦，对啊，我知道那个苍白矿石是拿来升级的。哎，啊，这里就没路了、哦，我还以为有路，说我还特地跑上来。表示八七，表示八七的。那我白走一趟了啊！叮叮打天下，没有错了。如果往这边飞会怎样？我还蛮好奇的，哎、欸，他还是给你强制落下来、欸，好吧？哦，这里啦，哦，对了，这里啦，我来也。啊，杀手！哎、欸，不是才刚打过你，你又来了。哇哇哇哇！不太妙，不太妙！要死要死了要死了！靠，这招好强啊！没关系，很近。原来我们这么近。快过来！哎、欸、呀，这只强化过的速度变好快啊！而且它一次炸我是两滴血在扣、欸，哎，好残忍啊！牙签戳成棒球棍，这是怎么戳的？一个逆向操作吗？快点过来！哎、欸，打屁打、啊！哎、欸，
好强哦！快拿我的钉钉打他啊！老头打得赢其他虫，原来是因为钉钉比他大。哎呀，不好说不好说啊，没多大啦，就差不多擀面棍这个直径这么大而已啦。啊，见丑了见丑了。他连速度都变快了，烦呢，烦呢。难道老头？难道你是家庭主妇？用擀面棍打人？嗯，没有错，我就是家庭主妇。你太天真了，快过来啊！你实在太天真了。太早跳靠背啊！哦，还好我打赢了。我跟你讲，跟他打哦，这个不能，绝对不能贪刀，一贪绝死。钉钉最硬技能，哎，我们差一个。强化版本，结果呢也没有拿到梦钉剑，表示难过，只是来打碎片而已。好了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呢？偷偷来，咳咳咳，这样偷偷来不行吗？我最喜欢偷偷来了。十字路口，我记得我们好像要回来十字路口干嘛？我突然忘记了、欸。你说右边那个要搭，那个要搭列车啊，那个要搭列车啊，那个没办法啊。椅子这个右边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要找铁匠。太好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哦，铁匠的话是在要去泪水镇，铁匠要去泪水镇，充满泪水的城镇。走吧，我们去泪水镇，先强化一下我们的武器，然后我们再说去刚刚那个水晶那边说那个右下拿梦钉剑，啊，拿个梦钉。不过呢，现在我们的钉钉呢需要稍微强化一下了。啊、哦！我们要让我们钉钉更加的壮大，本来只有18公分，要变20公分了。800块可以，我行。中下，找来了，你才没有钉钉靠背。如你所愿，准备开始了。就如这个画面所般，他对我的钉钉敲打了三下。我又长大了2公分，我给你的钉钉加了一道沟槽，它应该可以有效率的斩断。哦，好，啊、哦，嗯，钉钉长大了，多了一个沟槽，好像比以前更强了，叫做沟槽钉钉，会回沟。干，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感觉还蛮痛的。往我的钉钉挥了三下，让它肿大之后呢，多了2公分，更强大了，太强啦！真的是让我流连忘返啊！这个威力，我们可以稍微来试刀一下，是吧？你看，本来要打四下，变成敲三下了，啊，比以前还要强。
我走了，再见再见。停闹区，啊闹区没办法，人就多啊。水晶峰下面的椅子右边上面那个一个路口，对啊，我知道你讲的这个嘛。我现在正往这个方向前进。哇，现在两下一只，果然回勾就这么强。回勾的好处，我觉得超级冲刺像在放屁啊！你知道太多了。直播多久了、哦？大概两个小时了吧。哇，攻击变好高哦，好爽哦！屌！老头不要玩了，你女朋友来了。啊，我既没有女朋友，为什么要刺激我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哈。打 boss 啊！哒哒。该不会是个宗师之类的吧？又要让我学新的剑术哦。等一下，这里是怎样？哪里嘞？金化蹲。哎，还真的啊！哎，靠北也太惨了吧！是有没有这么惨啊？哇，好不好说，能量都花在这个地方上面的。啊！靠腰嘞！我从那里复活？所以说往下跳就行了，是吧？哎呦，危险！是左边的往下跳、哦。没关系。哎，这东西打到还会算。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靠杯，这边一只，太好了，这算赚到吗？没关系，已经弄到了。我昨天很猛，录完马上捡全枝木，有我看到啊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这里是干嘛的？哦。集气攻击，哇，把他打掉了，获得新能力，噔，黑暗降临，变成黑色的、欸，哎，好丢哦，哇，快哦，我喜欢，有很快的感觉。哇，我要重走了是不是？好吧。啊，那个没差、啊。半个小时前出片哦，对啊，早就出了，中二爆表，对不对？超级中啊！抱歉，我又要重走了，吓死我的毛了！欸，这用完了。
有没有听到我美声？很好睡。有啊，有听到啊，美声呢。嗯，超级美声，从这里跳下去啊。好，我下来了。难道就是这个？反抗国王的叛徒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没有效果啊？还是我们打没有拿到什么特殊条件，不能使用孟丁剑？他说叛徒呢？嗯？付一下钱好了。啊？往右边走，好的。丁丁受到惊吓了，我看见的，哇！为了保护容器，入梦者正在沉睡着，导师。哦，莫诺门，他在他的档案馆中被迷雾包围，守护着。哦，所以说这有这三个人是不是？一个在尖塔上，一个在档案馆中，一个在巢穴里面。嗯，所以说呢，我要怎么做？入梦者的位置已经指路了，不要再前进了，小暗影。是什么迫使他爬出黑暗呢？是什么迫使他回到神圣的王国呢？是封印之外的召唤吗？还是来自容器？啊，是来自容器，还是来自被这个那道被囚禁的光？封印会破裂吗？他们不能被破除，但容器衰落了，瘟疫又卷土重来，他们必须被破除。啊，然而我们的封印仍在我们的身上使命啊，他必须被放逐。我们的身负使命呢，势在必行。好了，怎样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身上吧。这三只四王，真的假的？嘎，难打了。消失吧，小安妮，消失吧，让我们安宁地沉睡吧。所以说我是一个坏人，是不是？意思是要你用孟丁剑打倒他？真的假的？我打得赢吗？打倒他们就可以，就能跟虚空骑士打了，不是吧？等一下，这什么意思？哇，すごいね！跟着他的导引前进。这里没地图，到了，请听。Moku Batese， 他们降下多么悲惨的命运在你身上啊！把你放逐到这个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空间，你会接受他们的裁决，逐渐消失殆尽吗？亦或者你会高举武器，在这悲伤被遗忘的梦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呢？是要开打的意思吗？修改了，被修改了。Fire！ 被修改了，被修改了。哇！按住 Y 可以聚能并挥梦丁剑，能够展开梦与醒之间的这个面纱。哎，安安你好，早。获得梦丁剑的，这是谁啊？这好眼熟哦！仙剑，欢迎来到清醒的世界。那些从那些入梦者，他们擒住了仅存的一点力量，把你拖进了那神秘的空间。但你现在持有那件法宝——梦丁剑。我有梦幻的丁丁啦，可以伸缩自如了。他能够展开啊梦与醒之间的面纱，即使是入梦者也无法避开这样的武器。虽然我必须承认，那神圣的锋刃随着时间已经变钝了，
但我们齐心协力，也许可以使力量恢复。只要你带精髓来给我就行了。什么精髓？是珍贵的吧？所以便不管从哪里找到，收集冰刃来给我，已经足够有精髓，我们就可以创造奇迹。出发吧，探索者、实践者啊！你犯贱吗？是吗？找出残留在于世的精髓，收集100个再回来找我。啊！就这样子而已。所以说精髓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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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调查墓园的背叛者。其实墓园在哪里我也忘记了。梦境剑可以砍断所有，包括敌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，真的假的？安息墓园，这个吗？啊，这没有用。哦，这就是精髓是吧？哦，捡精髓咯，只能劈一次而已。要100个哦，还真麻烦。居然要100个。哎，让我上去啊！在干嘛？没有能量了。然后这个是不消耗灵魂的，人不舒服刚去医院哦。那就早点休息啊！哎，我发现我把它劈掉之后，那个不见了。哎，出现了变一棵树。铭记被铭记的死者，忏悔的受人尊敬的梦。先往左走，等一下，这里有储存点。我先看试着把这打开好了。先把这放出来，老头刚刚都理我，但现在都不理我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好啊，分手啊，跟我分手啊，可以，我接受你的分手。这个应该可以机器劈吧？不行欸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用遁地把它遁爆。啊，先不要下去。啊，哪里有左边？你比如说往左边走，左边是那个呢？梦丁剑。就是要往回走的意思哦。没路啊！哦，下面的左边有靠北啊！喂，刚刚那个可以调查了。你是说打掉那个吗？不是调查过了吗？那个有啊，这调查过了啊，那这可以打吗？超级梦幻丁丁，算了，我们还走左边好了。就这个。沉睡者又跟之前讲一样的话，哎，都要收集灵魂才能打开哦。了解，这个吧。哦，有了，就是你啊。
站住别动，西罗！那些试图离开这个王国的虫都被诅咒了，最好在此休息，直到时间本身沉睡。希望自由。我本来以为力量可以给予我们这些东西。在我的梦中，我会用钉剑斩断瘟疫，然后再把剑尖指向国王。当在这神圣之地醒来时，我开始明白，那些怀有希望之辈早已经注定毁灭。你还怀有希望吗，流浪者？你会避开吗？啊，亦或者是你会高举武器宣判你我的命运？挑战，单挑啊！被杀！我吼！啊！别杀！哦吼！我的！嘿！别杀！别干！他骂我哎！他居然骂我干！哈哈哈！杀！啊！没中。Rogan， 哇，被我打飞那么远！杀！我靠，越来越多只了！完了，不让我补血！我居然补到了！杀！杀！别杀！别杀！别杀！None。我现在知道了，那些反抗国王之辈在高举武器时就注定失败了。别叫我叛徒，叫我傻瓜就好，因为你打输我。None。我知道你不会逃避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我都会看着你的，监视着你。谢谢你给我你的精髓。120了，我们可以去升一下了哦。耶、yeah, ，让它磨砺一点。好多哦，100个哎，直接给我100个哎，棒棒棒！哎、欸，我只想试看看而已，就冲下来了，好恐怖的声音哦，我先上去了，哈哈哈哈。我要先学，让我升级一下啊、喔！等一下再说。监视着，被监视了。老爹记得灵魂大师吗？灵魂大师怎么了？有了、欸、啊！等一下就给我这个圣潮印记，这是卖东西用的吧？啊！不是强化自身武器，是给我道具。那你搞嘞？下面很难打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要不要先去回去储存一下，再去挑战看看？搞不好我打的还蛮溜的，也说不定啊。有，我已经存好了，我来打看看。可以去打他的灵魂了，试试看啊、喔！灵魂大师的灵魂是这样意思吗？你们现在所说是灵魂大师的灵魂吗？这声音好恶心哦、喔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恶心啊、喔！会让你唠唠想死，真的假的？好多钱啊！哇哇哇哇哇！妖修啊！这是什么？噬魂者，大幅提升钉剑攻击时获得的灵魂。好的。咬我咬的好痛哦！这边又一个流浪者日记，
失败斗士跟灵魂大师都能打，但是非常难，打都是直接两个卡到弹的声音。你可以看到地上面应该会标记惊魂的位置，地图上面看看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、欸。啊，梦丁剑没有伤害哦。那如果我这样子打他呢？欸，会耶。好暗，好暗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让那种昏睡的敌人有那个回应，是不是？哦，那、啊、上面这可以吗？啊，这个只是一般的物品而已。哎、欸，让我休息，好好好，让你休息。丁丁发挥了，这感觉就像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通灵王里面那一只，那个雾都御魂之剑应春雨的那种概念。我现在身上有两把剑了，是吧？超威德，雾都御魂之剑。哎、欸，上面。哪里啊？这是哪里啊？嗯？这是哪里？可以从活的怪物上面吸收回血。哎呦！哎呦！这蟑螂吗？灰白爱掉的。啊！这个世界，这个残酷罪恶的世界，我为什么要醒来？为什么要坚持陌生者？你知道悲剧肯定没有我多。真爱阴阳两隔，永无再见之日。我的爱人过世已久，死在遥远的地方。他被埋葬在他曾憎恨的同族之中。他们不承认我们的结合，不接受我这个外族。他不能认同。不，我可以提出请求吗？可以麻烦你吗，陌生者？你把这个礼物送到他的墓前。虽然礼物虽小，但路途遥远。他安息的他同族之中，就在王后翠绿的禁居地附近。哦，可能是在王后山那边吧。这种事办得到吗？或许这是不可能的。疯狂的请求，愿意接受这种请求的你，一定是我尽忘却的善者。已经忘却的善者，接受礼物吗？接受好了。焦罗的花。陌生者，这是我最后请求，我不会再又奢求多少了。你要献上神圣的这花，这是一朵稀有娇弱独一无二。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哦，必须把它当成自己的心脏一样。好的，如果你在携带时受到伤害，或试图乘坐那个人来运输花朵，会永久受损。所以说我不能。我哩嘞，我不能。我不能骑兜虫，虫兜还是兜虫，也不能受到伤害。哇！他的坟墓在草木丛生的王后花园中间，四周都是他的同族，他不会对你的侵入表示出善意。那、啊、如果我失败的话呢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刚刚拿到的是这个吧？啊，用走的哦。他的螳螂爱人目前，所以说我还要去螳螂吗？啊，存档总行了吧？啊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自己都不知道了。我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现在人在哪？靠北这么远哦！啊，螳螂村在哪里？他应该要我去的是螳螂村吧？是不是？王后站的螳螂村，哇，这么远啊！但是不能受伤啊！重点可以重复接哦，可是这感觉就很干啊！我已经感觉到干意了，你知道吗？萌萌的干意，不是啊，啊，重点是如果我过的话呢，我过的话奖励是什么？不要跟我讲说有臭蛋哦，我绝对干死。
别闹了 ！Fuck！ 气死了！才刚开始而已，我就要重来了。呵呵，不说，这是假的。该会不会是什么神器？那我再接一次好了。为了成功，我要努力不懈。干都不受伤，感觉真的好难哦。Hello， 再给我你的花好不好？星座是什么？天秤座啊。菊花容易受伤啊，美丽的菊花。我们又拿了花朵了。太难了吧！现在连出去的路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奖励是老头钉钉。老头钉钉。好神！天秤座都是帅哥，真的吗？这边应该也一只，好像有人吸毒。啊，又是卖钱的。有电梯耶、欸！有电梯耶、欸！什么声音？靠北有敌人。他在疯狂的埋怨。敢为什么埋怨我？好远哦！所以这一道是不是捷径啊？泪水镇真菌，真菌会到螳螂村。真的不知道往哪边走才是正确的。在激动什么东西啊？不买地图，我要先想办法回去，我才有办法买地图啊，是吧？现在地图也要先回去才能买啊，我要先想办法回去嘛。而且我现在去接任务，我又不能搭多重，我只能一步一脚印到螳螂村啊。太多只了吧？哎、欸，上面有东西发亮、欸，接一下。你之后可以去打竞技场，保证让你更想死。没关系，我愿意尝试。Fuck you！ 我觉得好焦虑啊，这游戏。干！耶！为什么会安尼对待我？我觉得就是走到哪里破到哪里吧。
对啊，就这么的简单啊。把做腰都开通了。某处存在着多重巢穴，是我出生生长的地方。我以为我的衰退记已经忘记掉在哪里，但现在记忆犹新那条道路。如果你继续开通站台，并呼唤我穿梭其中，说不定我能再次找到那座巢穴，我会非常期待的。应该他讲的是隐秘站吧？先回去再说好了。他说的是多重巢穴站，那也要他想起来才行吧。他怎么救？没有钱啊，非常的不爽。其实也还好哎，不爽就一下子而已啊。我要买地图了。啊，巴分哪的？这些是干嘛的啊？有趣的坟墓和祭坛，买了、啊。然后安息之墓，全部都是地图。低语之根，这是可以干嘛？奇怪的低语，反正就是一些那个嘛，他们的那个话语是吧？你要自己去找他，永远想不起来，真的假的？还要我自己去找、哦？我难过的是放弃了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哀。我以为是成全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阿进哦，认识啊。Hello， 艾美。哎呦。超级骑士哥，哇，中奖！哎，你会跳上来吗？不会吧？还好，笨死了！哇，有点痛，没这么好打哎、欸，说真的。我靠！我被他骗了，这狗娘养的，居然骗我！那打你打那么辛苦，我还不直接跳过算了。这里有什么？嘿，开门时间，原来是这样哦！哎，害我这么辛苦，以为这是可以撞破的、啊。看直播看到手机摔在地上，手机没事吧？哇，没了。嗨，你好，各位早，安安。这里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来这里，蓝湖。哎呦，好酷哦！哇，可以游泳哎、欸！所以这个水是可以碰的。我头一次还是碰到水，没有事情哎、欸。嗨，这要怎么上去啊？哎、欸，第一次来，没屁啦！你最好是第一次来，慢点。哎、欸，你是谁？提索。这么平静的地方啊，我要是激烈的殊死搏斗，这种平静太无聊了。他还要斗争，没办法斗争，抱歉。来看一下这里，我靠，被这边怎么有这个啦？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就给一个这个烂东西而已，非常好。他要重走了，气死！梦丁剑砍砍看，那个地方在呼唤我，也许是这片对岸。
梦丁剑劈下去的、啊。这是他心里的想法是吧？不要紧，我都忘记使用我们的梦丁剑了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、欸，哦，原来在这里啊、哦！哇，那不就本末倒置了吗？地图已更新。没有钱了。为什么这边都变那么恶心啊？第二，我靠！这边的敌人怎么都异变了、啊？发生啥事了？为什么全部都变这副德性了？会不会会爆掉啊？不会、欸。哇哦，全部都变成僵尸了，是不是啊？又迷路了、啊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走开没有走过的路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才发现，原来是从这边连接过来的，从安息坟墓连接过来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到不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往左边走，直接去泪水城嘛，对不对？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啦，别紧张，全部都在掌控之中啊、哦。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，为什么它会长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啊、哦？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，老头你会怕吗？不会啊，从来没有怕过、欸。哎，这七龙珠吗？哎、欸，又是你，看这个会自爆。好像连这个也变这样子了，变得，我靠，变得比以前更凶残了、啊，然后还会自爆，又被刚了，是吧？之前不是长这样子的说，啊，连这里都这样。一切都变了，我要去坐上面的椅子，不要阻止我。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到有心脏的声音呢、啊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一点，走错路了，对不起。噔噔噔噔，它写上面。更上面是吧？结果因为这样子堵住了，不给上去哎、欸，被那个很奇怪的黏腻给堵住了，好吧，算了。不小心取消订阅了啊，就再回来就好啦，不用紧张。我感觉我离心脏越来越近了。老头，你觉得你胖吗？我胖啊，我没有觉得我不胖啊。都回到这里了，去砍第一只王吧。哎、欸，对哎，干，我都忘记了。谢谢提醒。你说用梦丁剑去把那个王的盔甲劈掉吗？那个冒牌骑士的那个盔甲给劈掉，对吧？可是不是这里耶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上不去啊。重点是那个地方上不去啊，不给上哎、欸！我不知道你说哪一个哎、欸。第二看，没用，我们去找他本体吧。哎，又堵住了，好多路都不能走，只有本体在附近。他应该在这里了，看他，听到他的声音了。
那个茶死的看起来像你的甲虫，在哪里啊？被插死的是不是？我忘记被插死的在哪里了。也太多只了吧？哇，直接往他身上劈耶、欸！哇，到他的梦境里面了。我们要探索他的梦。该不要打？刚才打一场吧。果然如此，失败斗士。哇，好像比之前更强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我要讲，比之前更强了，比之前更强了。干，我要死了！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直接从这里复活、哦欸，他们可以打吗？哇，好残忍啊！哦不，哦不，那个还没死了，身上有寄生虫，橘色的。不知道你想哪一个，忘了。还可以往下走哎、欸，它是不是有好几个啊？你看这可以往下哎、欸，哦，那这里又不一样了。嗯？我怎么感觉又绕回来的感觉啊？在他的梦里，那会不会看到那个啊？那个？我不知道你说哪个、欸、这里没路了、啊，真的要打他、啊？好吧，打不赢。等一下，他刚刚在干嘛？原地踏步哦！干老师，这不行的。哇！难道真的要逼我回去换装备吗？难道要逼我换装备吗？那我要换装了、啊。十字路口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子、欸。我也是蛮莫名的。晚安喽，下楼好哦。换装时间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指针弄掉了吧？省空间，只是我怕我迷路罢了。采集也可以不装，稳定支撑一定要，这个一定要，这可以不用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就只有三个。三个人干嘛？这个吗？这个装，嗯？哦，攻击更远的敌人是吧？覆盖一层血，中两格是吧？
提升长钉剑的长度。那如果装这个呢？欸，更广欸，哇哦，好屌哦！可是这样子我还是容易受伤啊。因为我是想说，要不要装这个提升凝聚的速度啊，更快的治疗自己。不过好像没太大作用。完了，只能装三个。两个都带变超广的欸，可是我接下来我就会迷路了，因为我要凭感觉走才知道路在哪里。我本来是想要装那个增加防御力的，我本来是想要装这个承受更多伤害，但是不能治疗自己，干这好像也不太好欸，试试看吧。啊，快速凝聚很好用，那只能选一个啊，骄傲跟这个，增加两个长度，对啊，没办法啊，没有办法啊，我没办法，我现在是要绕原路回去了。好爽哦，免费的。对啊，所以你们都算找到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兄弟们，你们都找到了。天命二应该是八月底还是十月份啊？
现在是最强的，嫩嫩嫩，踢了你！噗嗤！我想要能够保护其他虫的力量。当我看到那个骑士安兰蒂在他的大甲壳里熟睡的时候，我不是疯了才这么做，我只是想要力量。但是结果呢？如果力量无法拯救你，那还有什么可以？他去了。哇，凝聚到我身上了耶。啊，就这样。啊！终于打完了，我要回家了，不管了。